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来新加坡的潭中坝港，我们将要去吃韩国烤肉哦。那我们就这周走吧 ，Let's go。潭中坝港这边的建筑物好漂亮哦，等等。Bus Road， 然后这边过来呢，就是 Chinatown 的佛牙寺，然后这边我们有介绍过的麦斯威尔市集，这边是麦斯威尔路，这边是婚纱店。我们今天要吃这一家店，这家店是11:30开，噔噔。好啦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一条街是很有名的新加坡的韩国街，然后这边很多韩国的 BBQ 啊什么的。对，其实日本 BBQ 在这边也有，然后这里也是韩国婚纱店的蛮有名的一条街。如果想结婚拍婚纱的话，这边是很著名挑婚纱的地方。我现在在等店开的同时，我们看到这个建筑物很漂亮，然后想说来这边拍一下这个壁画，很有趣吧。我们现在进来一间韩国超市，有很多特别的东西，有没有很丰富的泡面？辛拉面买一送一耶，酷哦。OK， 我们进来了，首先看他们的菜单。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人，所以其实可以吃比较贵一点的食物。好，他们先上这个 side dish。 好，他先上了 side dish， 这是韩国泡菜，这是蛋，然后这边还有小鱼干、鸡蛋、豆豆和黄瓜沙拉。他上火了，这原子炭耶，六角原子炭哦，好温暖哦。
104.753个人分，对，然后整个如果要给一到十分的话，给9.5分，给大家参考喽。然后这间店它人还蛮多的，然后它没有预约，对，所以需要现场排队。那介绍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影片，我是黑子，下次见，拜拜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